殷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道孝与父，常年思恩，中国文化的传承根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孝，一个敬。孝亲敬师，常念深爱，他有能力有缘分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如果没有这两个字，古圣先贤教诲再多，你坐在四库全书里面你也得不到利益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这个根。孝亲是根，尊重老师是根，没有这个根，纵然遇到好老师他也学不到东西。五千年来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教化后人都是从孝亲尊师着手的，所以这两桩事情决定不能疏忽，疏忽我们这一生会空过了，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找一个孝顺父母奉事师长也不容易找到，对父母孝顺的阳奉阴违，有其名无其实，父母的话不听的，那老师的话更不必说了，几个人真正听老师的依教奉行一生不变难了，太难了。从哪里看？你就细心看看他有没有这三个毛病：情痴、傲慢、怀疑。你细心观察，只要有这三个，就可以说这个人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。找一个人，情痴放下了，傲慢放下了，怀疑放下了，到哪去找？学生求老师难。可遇不可求，老师求个真正传人能传法的学生更难，不是不教，一生遇不到，遇不到人众生没福啊，这是真的。老师却是苦口婆心的，总希望正法了代代相传，相传的人有这三个病，觉得身体不健康，真的东西得不到，纵然很用功也都是经典上的皮毛常识，他听懂这些切入境界不可能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在所在之处对年轻的在家出家同学都劝导都鼓励，真正放下万缘来做正法久住的工作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大福德，第一大功德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谁做不到啊？就是不能把烦恼习气放下，哪个人放下哪个人就是真佛弟子，他就真做到了。从哪里放起？就从这三个心放起，三毒的中心点，从这下手。用什么方法来辅助你？有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它能帮助你。你把这三样东西百分之百做到，不管你是在家出家，身份没关系，你肯定是一代宗师，佛法正法就传下去了。这三样东西真难啊，凡圣差别就在此地，放下是圣人啊，放不下是凡夫啊，凡夫不能集成如来家业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得非常认真，不能等闲视之，真正把如来家业担当起来，这是救护我设法界未来一切众生，功德之大，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。利益无边呐、啊！真发这个心，决定能成佛，决定能往生。
我们看注解，应勤修行以下这四句，表为究竟而立，究竟圆满的两种利益，第一个是自觉，第二个是觉他，真是利益了。但当遵顺佛语，经典记载的就是佛语，要坚持经法，决定不能违背经法。精勤，精是精进，勤是勤奋学习，两报佛恩，两是精良，精良佛跟老师，随顺我教，我是释迦牟尼佛子臣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四恩，这个三句都是指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。我们能不能成就？真正成就的根本就在这三句话。我们是不是真的一生都随顺佛陀的教诲？佛陀的教诲就是这一部经，我们所选择这个法门，一切经里都选定这一部经，多了就太杂了，也太乱了，很不容易成就。圣贤教诲主张的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毕业了。列戒行人，不可私心自用，事出世间法，读书人最怕的就是私心自用。私心自用是什么？固执自己的成见，自以为是，私心自用。这里就有一个简单的解释，解释的好，汉语大辞典只凭主观，完全是依自己的意思，自以为是，私心以心为私，自己心里想的他以这个为私，他就做了，做错了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。那我们的根本老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要记住时时刻刻不离开老师，那老师不在怎么不离开？老师的经典在，只要不离开经典，天天读它，天天有悟处，天天跟别人分享，分享也有悟处，所以他快乐啊，读书真乐，讲解快乐，不快乐谁干？没有其如得不到路，好像是一桩苦事情。做修身修习的时候，其如境界之后落了，但是其如境界这一般讲大概要十年，前面十年要熬得过，后面路才出来。为什么？十年把自己清净平等心里头的障碍去掉，去掉个差不多了，去掉一半路出去来了，这个路是永远享受不尽的，用说天天在清楚，所以天天有智慧往外透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违背本师离经叛道啊！本师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阿弥陀佛，是一切诸佛如来，你所想的，你所理解的，你所行的，跟经义相违背了，这叫离经叛道啊！离经叛道都是无间地狱，自己离经叛道，罪就很重了。如果再叫人拿着因果，就可怕了。自己知见不正，带着一群众生都走上邪知邪见，这因果要负责。所以这个经文要有意思，艰深难懂，宁可不说，也不能充面子。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我们没证果，我们没见性，不知道东西太多了，经义太深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念黄念老注解这个经，都要用以经来注解，以祖师大德的著书来注解，不敢私心自用，就怕是自己误入歧途，背上这个罪名，违背本师历经判道，这八个字罪名就能下阿鼻地狱。古大德跟现在人不一样了，现在人因为迷得重，他不在乎，私心自用的人很多，到处都看得到。真正孝顺父母、常念师恩的人不多见，所以在社会上交接朋友也要重视这个。如果这个人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，决定是好人，你跟他不会学坏。如果是违背的、瞧不起父母尊长的，我们对这个人敬而远之，跟他走近了没好处。还是跟佛菩萨交朋友好，经典上全是佛菩萨，读经就是跟经典做朋友，跟诸佛菩萨交往。佛是一个好老师，佛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他在经上教导我们，观经的经义三福是大乘所有宗派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一共只有三条，很简单，我们都能记得，都不会忘记的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第一条，人天善了，这一条做到之后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记住，根孝亲尊师，根之根。我们提倡《弟子规》就是根据这来的。孝亲尊师怎么落实？《弟子规》落实了。慈心不杀怎么落实？感应篇落实。后面是修持善业，儒释道三个根，不是随便说的，经论上有根据。这是人天福报啊！人天修好了，才可以向上提升。孝成，孝成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十二个字。小乘的最高指导纲领，后面是大乘四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总共三条是一句，每一句四个字，四十四个字，是佛家我们讲五乘佛法，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修学最高指导原则。所以我们看到不孝不敬，这个社会难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什么人能把这两个字做到，把这两个字带起来？不但国家有福了，整个人类都有福了。我们每展开经卷，一定要念老师，回向给老师，念念不忘老师，我们做一个榜样。现在学生不知道老师的恩德太多了，没有人教，怎么办？我们要给大家做好样子，做好的表率。虽然不能影响大众，影响一个人回头，这就是功德了。影响的人越多越好，我回头了，帮助别人回头，我能往生，我也帮助别人，都到西方极乐世界。